说来公司活动一下身体，对，找老师练习了一段小舞蹈，跳的还不是很好，就是说先发给大家看一看，就是我的日常吧，没有工作的日常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支持我、喜欢我，然后不嫌弃我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心里面还是很感动的，然后希望以后，就是说我一定会经常多更新我的日常给大家看一看，然后天气比较热，大家就是说要注意一下身体，防止中暑，少熬夜，别熬夜了，知道吗？熬夜的后果就是会长痘痘，好了，然后我现在要继续去练习了，拜拜。啊，忘记了，886。